是刚刚列车到了，哎，八哎十二年了，四月二十二号。四月十五号，松山站，松山站了，9:50，坐班车是807以及177号 ，PP 机长177是那个基隆摩托车三线号调教了 PP 机长，以及我的2807。老刘发的叫三千啊，发电的用三千洗，是二两边组。3014的皮蛋豆能用红色带新成绩装车，我的2804是新成绩装的车。老刘发的叫三千啊，发电在同样的型号。开始装满。姐姐午安，早点去吃饭，再见。啊，我要展开我的台联自强号旅程，啊，终于要离开松山站。2804斗六发车交三号花莲。好，关闭车门。拜拜啊，再见喽！2804斗六发车将三千元花莲的用三千型是二两面组，3014的皮蛋豆藤用红色带新成绩加来喝，交会是177号也是末班的 PP， 174即将发车将三千元交交的 PP 这样啊，明天好像会换成三千吧，把它垫三千，对吧？还蛮感动的，至少。哇，松山站有一个双三千，弄一个双三千，哇！如果这样看的话 ，V1062 哦，单电租 PP 电脑 PP 之奖，赶快记得点麻烦。好，谢各位，再见，麻烦。